大家好，为各位介绍下面这张商品。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介绍的是什么？这是一组飞旋踏板。那今天使用的车型呢是 Force 155。然后呢，为各位介绍今天这项商品呢是由 Apex 所生产设计制造的一个商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飞旋有什么不一样。那基本上 Apex 设计的这组飞旋呢是以比较有棱有角的一个设计。那正好目前呢在装载在这个 Force 上面，那以 Force 来做一个角度上一个搭配，是还蛮搭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有棱有角的设计。那正好 Force 的车型呢也是同类型的一个设计。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收折起来跟张开的一个状况。那基本上呢这一两年呢，尤其在 Apex 部分呢，他们呢在设计上呢，把铝合金跟这个镀钛的一个商品做一个结合。那从他们的一个侧胎塞跟前叉防摔球一个部分，也是把这个铝合金跟这个镀钛的一个商品来做一个结合。那基本上呢这样子呢，那保有铝合金阳极的一种颜色的选择。那另外呢还加入了这个大家这一年最喜欢的一个镀钛商品的一个七彩的一个元素在内，那让商品呢看起来更丰富，也比较不会这么的单调。那我们来看一下下这一个部分。那就以踩踏片来说呢，因为此组呢正好是结合的这个CNC 设计，它大概有一些 3D 的一个设计，让踩踏起来呢不容易滑动。那再加上镀钛的一个螺丝，那基本上止滑的效果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一个这个效果在。然后呢我们这个外形呢也是非常的好看。那尤其搭配这种像 Force 这种有棱有角的车，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是收折的一个部分。那收折呢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多余的间隙在，那表示制造的精度是还不错的。那颜色呢，我们看一下，其实有蛮多一个颜色可以做选择的。那像目前各位镜头中所看到一个黑色的部分，那我们把镜头移过来，那像金色的部分、蓝色、紫色、橘色、铁灰色、红色以及银色的部分，总共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那当然呢颜色呢看自己这个车子所搭配的一个颜色，那来做一个选择跟喜好。那当然八种颜色里面呢一定可以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设定。那像这个车型呢，像3-1-5车型，像 S-Max、Force、三代、二代以及最新的四代新进站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安装，绝对没有问题。那希望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或到麦可查库汽车精品来做一个选购。那基本上我们全部都有现货供应，谢谢大家。